好，来了，开始了 BO5 的比赛。哦，在战场，不知道这个 matchup 打起来跟上一代我们看到会有什么样的差别。哦， parry 一下，但是没有用。哇，大宇这阿 B 的直接使用都很果断，可以就很多东西都可以击到这阿 B。现在还算相接近了，刚刚开始，哇，漂亮的 fair， 弹簧打到一下，哇，漂亮 air 大走，我比较意外那个抓空我没有接到，不知道闪得很快。哦，可是这次 air 大进来就被抓到，可能要稍微去猜一下，但是他直接哈哈前面下去了，好可惜哦。这样的字面，哇，阿比奥兄，太快了，真的十几趴这样下去，很好放进去。不巧意外的是，乌托瓦居然会想要用到战场，就是最后选的时候，不知道是剩几张图在选。因为那个平台对他要做 B 攻击，那个叫后面的太瞄也瞄不到，因为没办法打到平台下来。哇，大鱼这是有效的放进去。OK， 你想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？先吃一点，然后等下吃。都可以啊，我随便都看你想买什么。你吃了我就可以。该吃的。我先吃一点，那给我。我现在不知道能够吃什么。好，那你也跟你一样啊，反正大家都已经不是正常时间。还是晚餐。OK， 谢谢。啊，是啊，乌托瓦喜欢在战场。那我反而会觉得就是，对啊，对两边人来讲都可以做比较。我是觉得在 Stammer 在这个场可以做比较多事。我觉得，对啊，乌托瓦可能之后他可能要调整那个策略。哇，又砸皮好像中了 headshot。这一代就是 Sam 的 Charge Shot， 就是他那个 B 攻击真的改的就是很有力啊！就是以前是不能够边跳边蓄力啊，他就是边跳边冲哦，这很可怕。哦，漂亮！把你困在秀，然后再把他再拉回来去抓你。大宇以前就很常做这种事，去跳着去试探你的秀，然后你在被困在秀的同时，他又拉回来去抓你。哇，碰到机会，但是他漂亮 air dodge 回来，这也是 Sunny 好比较好的地方，真的，他上臂回来之后可以做其他动作。哇，大宇不忙，不慌不忙的，哇，哈哈，躲过所有乌托瓦想要做的事，天哪，危险了！哇 ，Floor 掉还是杀不了，他要出去吗？有，终于有 H bar， 哇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三，如果想要积极，就有办法取人，就是想办法多出去，这个这是他唯一的机会。那大宇现在还是基本上稳稳掌控节奏。我一开始是 spacing back it back it， 中了就觉得死了，好可怕。哦，乌托瓦也有自己的 back it。哇，本来想说冲上前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，但是基本完全做不到。他现在被那个 up 打到，如果也可能会直接往上就直接飞走。哦，又是 RB 上来 air dodge。哦，刚刚我以为是他 back air 下去了。啊，没 DI 啊。现在我们可以判断，很好判断你有没有 DI 好，就是你那个画面没出来，就代表你没有 DI 好。有点可惜啊，直接被摔出去死。听说 Sony 现在很难杀，你是很难被杀还是很难去杀别人？我会觉得是很难去杀别人，因为他现在他要杀人都要真的要做，就是你要真的 read 到对手的选项，感觉 back air forward smash 这些东西没有很 free 的那些 setup 可以帮助你。所以现在换到。一个比较相对又长又平啊，我觉得 Sunny 在这种场地一定是比较好，又长又平。
我有一个 Waveland 上去平台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很多值得开发，就是 Waveland， 尤其是 Waveland 上平台是一个不错的上平台，降落下平台的方式。哇，刚开始第一命其实上场也是，其实一开始都打算接近，只是之后第一命被拿掉之后就开始失去节奏。那现在要想办法改善这一点。哇，他两人在他面前一起秀，但是又一起滚出去。哦，漂亮。嗯，上摔将还是接得到谁的？哇、哦，有机会 H 高。哇 ，Let Trap 不成，自己反被打出去。有点危险哦，汤跳哦，不错，这后面的带蛮大胆。其实真的不好判断，你就算秀到哇，我想说后面的带就算秀到，其实你也有些时候不好猜他落地位啦。那大鱼还真的先拿掉了第一名啊，哇乌托瓦多啊，想办法看要怎么击杀，哇吃一发是什么，超太痛。而且你就虽然 B 攻击很强势，可是几乎杀不了人，因为你没有集气的话，你直接冲上去根本杀不了人。哇，他是又被逐渐被拉打，哇，大鱼完全掌握你的行动，你导弹出去就是赌你会跳啊，跳了就封锁你的路线，用空中攻击封锁你的路线，非常漂亮。哇，这太好预测，就是你已经都你别人还没这么多的时候你就已经 out smash。哇，你看这趴数，哇，瞬间100多趴。阿比阿巴秀死了。现在很棒的奥秀奥爽，就这台三也真的不差，真的不错。感觉目前一开始所有人哦想说哦少一些 confirm 可能 low tier 之类，但现在大家都觉得应该是 mid tier 以上。对啊，现在还好，乌托瓦还有一整命的那个。哦呦，那有点小危险。哇！现在开始连续逼打，空命也太打到人了。哇！还好这一命算势均力敌，但是重点在于，桑尼不累积伤害还是很棒，但重点在于他的击杀到底要怎么掌握。谢谢，你怎么那么快就来了？好，我比较讲场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谢谢。多少点？好，不好意思，要出新作就变强。你说 Samus 吗？可是 Samus 那个 Metro Prime 4要重新开始做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。天哪！对，没错，昨天看到的。要交给 Rachel 重做啊！哎，这。感谢你玩这个对啊，因为听说好像原本的成品很烂什么之类的，打掉重练，然后说着说着啊，大海又赢了。我宁愿希望他比累，不要他做出一个烂东西。对，真的。尤其是这种大 IP。对啊。可是这可能这不等个两三年，哇！哎、欸，我怎么我尴很尴尬，你可以找钱。哇，换脚哦，是换脚 ，Sonic 行不通，那、啊、看看医生行不行？暴力。看乌托瓦打法上面会有什么调整？他要回到战场，直接滚进去被抓。哇！哇，这个阿比直接阻断了大鱼的抓，还不错，出得很快。至少在击杀上面，医生就比较不会那么杀的，对，不会像 Sonic 比较有点难抓。每招都杀、嗯。哎呦，没抓到！哇，大鱼也想要直接急忙逃脱，而且在战场也有搞错。阿 B 走了之后，哎、欸，他可能上到平台或你想要追，那他也会落下去啊，看他随意控制。Alan 觉得医生打远距角色很痛苦，距离手短嘛、其实缺点还是在那边、啊。重点是他没有马里奥那个灵气。
好不错，用 Air Dodge 回来，用 Air Dodge 方式回来不错，还是被提了一下，超级痛贴啊！哦，医生的 Fear， 现在应该搞外有机会。哇，就腿短，腿短手短。但你要进去就是很痛。嗯。哎呀，哇！哈哈 ，Air Dodge 进来。哎呀，我感觉其实有更多。没有，不是 Jam， 对啊，没有反应过来。大鱼又开始了，掉那个，想要重新进，想把又开始了，天，好不错，先解除 Latch Pressure， 哦，场边龙卷风，场边龙卷风，喂、哎，退开，哎呀，想要绕到背后了，意图。他的后摔也是超痛，哦，哎呦，刚好，他也没做任何动作，就刚好穿过。哇、哦，死了死了死了！终于有被摔。不知道被摔是，就是 Ness 之后第二球。哦，还比火猫强。对。嗯。可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 RB 不好 punish 啊，搞不好大人想落在平台，可是他也可以掉下去。不好 punish。好来了，场边 up tilt， 痛！你不能 tag 他，他就是等着飞出去。啊，又没有跑脸，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咦，奥斯曼冲很久，但什么都没有。哦，危险。在那手伤脚伤。对啊。他在那边好像什么都可以 cover。对。哇，医生要落地也是个问题啊，那就又被当 Q 打了。我会想用米缸的，米缸的帅。米缸的手脚。有趣，其实我有稍微试着一下米，就是各种米的，就是米就是各种的爪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它是一个触角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剑士脚很瞎，我觉得剑士脚有个 combo。剑士脚，它身为一个剑，这样都在丢道具，超瞎，光速手里剑啊，对，一直丢掉。啊，乌托啊，又要从后面追赶，危险。哦，场边龙卷风终于用到，但是不够。场边龙卷风，下死了吗？死了吗？哇，上面是重啊，真的。ADI 的好，一往上飘。哎呦，我差点以为很上面很短，完了。哦，跳还可以接 combo， 又可以击杀。对，接到一命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哦，八七趴。哇，大鱼送你一命，看你能不能把握。有，只要进去，马上他是马上上来。危险哦 ，Let trap。再擦一下，差点了。哇，还被炸弹弄到。哇，他一直有，我有注意到他蛮长 air dodge 这样进去。Off tail， 你看他低趴可以 combo 高趴，你还会直接这样往上飞走，太可怕。Off tail。哇，死了，再见。恭喜大鱼 3-0， 可惜啊，乌托。